说明是叫我别把它指向人的方向，我并没有多想，长满了水，今天我带着它，你要躲去哪，这并不可怕。好，这首歌《水枪》。水枪的话，这首歌我觉得它非常的简单，它比较适合就是有一点实力的新手做学习。然后整首歌的节奏大部分都是由八 beat 的节奏组成。那等一下我会说明，就是第一个是主副歌的节奏，它会是第一跟第二个示范。那另外两个后面两个示范的话，它是比较困难的地方，就是有一点点难，因为它打起来不是那么的顺手，它比较需要一点协调的能力。对，那我一样会做放慢的示范。那我们先讲第一个部分，就是主歌跟副歌的节奏。那这首歌主歌的话呢，它的小鼓放在第二拍的正拍，还有第四拍的正反拍。第四拍有两个小鼓，然后大鼓的部分的话，第一拍、第二跟第三的后半，这样。然后副歌的部分的话，它的节奏刚好小鼓是对调的，是第二拍有两个，分别在正跟反拍。那第四拍的话就只有一个小鼓。那大鼓的话放在第一还有第三的后半，那我们就来听一看放慢过的示范。好，那接下来要说明的是后面两个比较难的地方。那先讲第一个，第一个的话是在大概歌曲第一分十三秒的部分。那它这边的话，进歌点比较需要注意的是它在第三拍的后半进去，然后在第二个小节的时候，它有一个 crash 的滚奏。那它进的地方一样是第三拍的后半。那这边的话，你可以做一个渐强，然后一路渐强到下一个小节的正拍，然后配合一个大鼓刚好停顿，然后这边会做一个放慢的示范。
好，那我们讲最后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。那这边的话，刚刚那一段结束之后，我们会有一个一样是副歌节奏，只是我们把 hi hat 可以把它移到了 ride 上面。那这一段之后呢，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段比较难的地方。这一段它比较吃协调。那我先讲脚的部分，它脚的话是左脚 hi hat 踩一拍一下，然后大鼓的话补在第三拍的后半。OK， 那这边推荐先把脚的地方练顺了之后，我们再把手一起加进去。那手的话，第一跟二拍，它分别是第一拍的第一跟四个点，然后第二拍的正反拍，然后最后第三拍是空调的。第四拍的话是一三四，那一是小鼓，三四是 four tone 的部分。然后照着这个规律的话，只有在最后面两个第四小节的时候会有一点不一样，就是小小的过门，一个是小鼓 hi hat， 另外一个是 hi hat 小鼓大鼓，这样顺序往下。那这边的话搭配起来会有一点协调上的困难，所以可能在练习的时候可以慢慢的，就是放慢到自己有时间可以思考下一步需要打哪一个乐器，然后再慢慢把速度加回去到108，这样子练可能会比较顺利一点点。然后接下来就看一下放慢过的示范。然后帮这首歌做一个就是最后总结的部分。那这一首歌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它大部分都没有很困难的地方。那如果要打得更有就是律动一点的话，可以在主歌或是副歌的 hi-hat 上做一点轻重音，让它有点律动感。然后还是就是最开头那句话，就是只有那两最后那两个地方比较特别的地方，其实它比较难，就可能要多加练习。那把这两个地方克服之后呢，这首歌基本上就不太会有太大的问题。那祝各位练习顺利，那这部影片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